前它是九点的，我看我昨天上网。以前商业好，那么早人就出来了。可是它网页还没改。这个。它网站。外国人多的话，都会很早就开了。因为这附近的人都会来吃早餐。没有要吃热炒吗？哎，这边不是写个煲仔饭？这边，哦，是粉丝煲。是啊。先来个鲜鱼之翼吧，然后海鲜葱蛋饼，其他的话我看看。其他也是大饼是吧？那等其他等一下点。嗯，好，等一下。看一下，那差不多，我们主要吃点心。嗯，对。只是看到那个很特别，它会点一这个玫瑰，玫瑰就包花枝香菇的，花枝香菇，哎，那来，哎，算了，好，叠上来，叠上来，好，那再帮你点一下，好，那要海鲜卷吗？海鲜卷，我点海鲜，对，那要鲜虾烧麦吗？好，好，上，人气大虾的这个，嗯，谢谢，等虾饺，虾饺现蒸，帮你点，嗯。因为它是，你说它上面是铺海鲜，下面是煲仔。嗯，这个就很有趣，就是很特色。